成龙来台拍《唐季》里新片，房祖名同桌林媛媛。成龙上周悄悄访台被苹果捕获，听闻儿子房祖名与杨娜娜的绯闻，他连喊谁，甚至脱口谁是房祖名，竟然不认儿子。王大陆昨在一个分享出席饭局的照片，贺建成龙、房祖名、王力宏夫妇与林柏宏在座，众人比一哀比赞，看来气氛愉快。只是龙大龙子之间隔了三个人，父子关系令人雾里看花。据悉，成龙来台是拍摄《唐季》里新片。成龙上月推出新专辑，当中收录房祖名的创作《别放弃》，也有专门献给儿子的歌曲，例如《心痛》，描述玫瑰有刺，但是它是我的玫瑰，抒发爱子之情；还有一首《路口》，则是对儿子的鼓励。才过一个月，父子连吃饭都隔这么远，叫人猜不透。王大陆经纪人经表示，吃饭是好几天前在台湾私下聚会。王大陆目前人在中国工作，也不清楚成龙的行程。